有114年历史，台中知名的地标湖心亭长期被鸟给盘踞，造成了天沟堵塞腐蚀，再加上了木造建筑是年久失修，严重影响到使用的安全性还有美观。台中市府现在呢是编列预算要整修，预计2023年会完工。有文史工作者就认为说，应该是要每年都要细部的维护，而不是等到坏掉了才来补救。台中地标湖心亭尖顶凉亭线条优雅，岁月悠悠更添其秀，湖面上喷出水柱形成另一种景致，除了是游客打卡热点，鸟儿也在这里歇凉，结果到处都是鸟类排遗羽毛，造成天沟堵塞腐蚀，再加上木造结构年久失修，穿廊出现坑洞，油漆涂料剥落，看上去好惨。地板 有些很塌陷，很怕掉下去，对小孩子危险。对，把这木头看起来这么斑驳了。湖心亭已经有114年历史，是不同世代台湾人的共同生活记忆。2007年曾经整修，市府也派出过捕鸟大队，但效果有限。珍贵古迹沦为这样，文史工作者认为应该每年都要细部维护，而不是等破败了才来补救。定期清洗。维修不要等到说有重大伤害了再来维护。市府表示，此次启动的湖心亭及中山桥修缮工程将进行结构补强及重新粉刷，在不改变环境生态前提下，添加不锈钢的防鸟锁、防鸟针、防鸟网等，延长古迹建筑物寿命，预计2023年完工，期待湖心亭再现美丽风华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